在写全部的什么相关人员，也就是我们尊重行政院，我们尊重司法院，但是我们自己监察院有监察院自己的立场，那么各司其职啊。所以今天可能各位刚才说退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你们拿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看不到，比如说刚才讲附件没有嘛，哈，资料不齐嘛，那么我们要全部整理完之后，看哪一些资料你们没有送给我们，我们请你们补资料给我们，好吧？我们看到目前为止的报告里面，真的哈、哦，包含北检的那两个卷哈、哦，也给司法院一天的时间去看而已啊。对。哦，好像是也没有整个影本影卷，其实是交给司法院的。哦，他的写法是这个样子啦，所以司法院恐怕没有完整的卷证啊。哦，当他没有完整的卷证的时候，我也不了解说他能够写出真正是不是到时候能够跟卷证本身符合的一个调查报告，我们也无从解释。说实在话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再次呼吁，就说哈，我不敢高检，高检现在列密啦，我们当然希望高检能够解密啦。那北检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说那两个卷是不是，我还是再次强调哈，与公务员无关的，这不干监察院的事啦。好，但是与公务伦理有关的，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能够开放，就是真的是移来给监察院都无妨。我们监察院也有保密义务在嘛，其实。